暗时看拢未天光，即个讲阿华，嘿，因为阿华食了目睭有较舒，看到数字讲起蒙雾，写字亲像画土有吼，莫怪逐家都讲句啦，即个惊拢唔敢签。嘿嘿，要唔过来伊只写着 NG 煮饭旁去扛，床头讲扛到脚边啦。上帽加穿，下帽加帽，就是咱咧讲的中年人的出现咯。嘿，所以只写着穿过时，你不管一年操作，但不管怎样，全由咱两手来执行啦。就是咧讲咱的掌中戏。嘿，啊，若国语就无同。嘿，人讲病，病要叫病人听，病较上惊是少惊，是安那讲？因为你来看，伊会当按小心，按变按小段。嘿，所以他整个人是在他的整个哈妆感。然后呢，这个是咱来讲，发现咱未十岁，随查囡仔进来对，对唔对？你得买熟货啦。我们是高雄市企业永续经营协会，差不多有90个人，3台游览车来到这边，今天来参观你们这个点菜园的，是感觉是还不错了，因为是可能让一般我们有怀旧的这款心情来家的，因为感觉是说你们都已经把我们早期的农村的那种气质都让回味，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味过一次，还保持原汁原味的这种气息存在。那你们的餐点来讲，以我们来看还蛮实在的，都是能非常的实用，能大家吃的非常的饱，是还不错。是你们这一群很辛苦的人在推广这个乡村的文化哈，保留我们固有的这些农村文化下来，真的是让我们很敬佩你们这一群人的努力。谢谢哦，然后等一下还有逛社区啊，然后会带给你不同的感觉。谢谢。我一下车一进来一看，哇，很惊讶。本来从大门进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啦。但是一走进来，看到里面的一些车子啦，还有我们进来用餐的那个，虽然是一般的家常菜，但是感觉很有人情味啊，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回想到以前的农村社会，真的，我们这个社区哈，把它规划得非常好，而且非常有远景。我相信像现在这个社会，一般年轻人都到外地去，剩下一些中老年人在这个社区里面，真的他们要生活，你看现在种植的东西啦，稻米什么都没有办法说成非常好，但是能把它集合起来弄一个社区型的一个然后把它从生根成一个社区的文化，然后把我们以前的一些古老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文化，让我们新的一代来参观来看，这样传承下去，才不会把我们旧有的那些精神呐，一些文化把它泯灭掉。所以说来这边的感想非常的深刻，希望我们这个社区越来越发展，真的继续要做下去，加油。好，谢谢。